过我大阿虎很多了，会不会在那边钓？那阿虎从那边游出去的。那个水看起来很可怕，那一堆。那水门如果开鱼，应该会被冲下去。哎呀，豆仔鱼。这有个荒废的位置，应该以前有人在钓。看看，
这边有规定不能下水吗？哦，啊，平常有看到船在走吗？没有，竹筏都没有。这边好像不行。啊？不知道哎。哦。应该是不行。禁止吸水。对。你说上面一点。那边就到底了嘛？啊、还是那个、啊啊、哦？就直接那边，谢谢哦。不会不会。你接这个。钓的话，垃圾记得带走。我有带走一些垃圾，哦，如果来了，带走一些垃圾。这边。